可能就有学长随口讲了一句说，因为他觉得很可爱，夏天就是都会有收水在桌里面想念。学校里面的老大，他就带了很多小弟，然后死不活，那个小弟就说，老大给你，不是啦，不怕不能死，不知道流行。受伤的是千文，受伤的是千文，对，才一天，我说哇，我的肚子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哇，超痛，我不要来发，超痛，对，我才没。因为我们从10岁加进去，然后那时候一进去的时候，高年级的学长姐就会很好奇说，哎，这次来的有什么样子的学弟妹？然后可能就有学长就随口讲了一句说，哎，那学妹很可爱。然后从此我餐厅的座位那是固定的，每一次下餐厅就是都会有收水在桌里面想念一段时间。就后来那个学长好像就是借由旁人听到这件事情，还有去帮我劝那些学姐不要讲，因为我好像又更完蛋。可是那个完蛋我有点忘记，好像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有一颗头在我的就是左上方这样，因为我们都要住屋住，然后就睡睡是有一个压迫感，然后毛毛痒痒的，因为那学姐头发很长，然后她又皮肤有点黝黑，就这样挂在我床头旁边，但是她就跟我讲了几句话而已，但好像就叫我离那个学长远一点，这种想法。然后我后来也是为了想要就是让大家喜欢我，不要成为那个永远被讨厌的人。被讨厌了一年之后，然后后面我就革命成功啊，就都当班长啊，然后很建立的那种角色。原因就是因为呢，我在里面学会了骂脏话，然后大家就很喜欢我。但我有遇过一个是，我那时候国中的时候放学比较晚离开教室，然后就突然有看到一群学长，然后后面就他是学校里面的老大，他就带了很多小弟这样围上来，然后我想说死定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事，然后就是没有同学跟我一起走嘛，然后我要出班上门口的时候，那个小弟就说，哎，老大给你的，我是情书啦，可是我当下有一种很像被围霸凌的感觉。对，其实这个还蛮可怕的，就是一群人这样围上来。姐妹，那天因为很热，然后他们前面已经拍了一大半都在水里面，然后我们去跳下水去救的时候，其实因为好几个镜头嘛，就是要先冲下去，然后游，然后把它救起来，在台上岸。台上岸的时候就哇，怎么因为很热，然后又有点虚脱了，就觉得哇好累哦，又烫，然后又很刺，对。然后因为我要帮他 CPR， 所以必须跪在那上面，然后又会加一些重量，因为要 CPR 嘛，然后跪到流血。然后其实受伤的是千文，受伤的是千文，我把他救起来，结果我受伤了。也没有，因为我其实我们那个后场的先拍了，就是后场是衣服没有湿干，那代表前面那一场就是要脱衣服。然后我们就是先去晒黑啊，然后去运动啊，其实时间很短。对，知道要这场戏大概才一天的时间吗？对，才一天。我说哇哇，我的肚子。哈哈哈哈哈。我都染头发了没有？我漂了三次耶。对啊，漂了三次，因为我头发很黑，我没有染过，所以那个上色是非常难上。我在第三次，然后再要去洗，然后上那种粉的时候，我怎么头哇超痛，我说不要染发。因为我是第一个进组，然后我就会看一下我大概我的表演，或者是我的状态会被人家怎么说话，然后就会有看到，人家直接就说，哎，这个都看起来很操劳，
我就边抱着我的小孩边看的那个网友，他说对，因为我顾小孩累，我顾小孩，然后隔天还要变成青春洋溢的高中生，就是中间在转换的过程中会有一点落差，但其实还蛮好玩的，因为我觉得颠倒一开始给我的角色设定就是无忧无虑，一进来就是备受宠爱，就是可能可蜜姐啊，然后新慧姐，然后说很爱我这个小孩，我一开始宰哥就说你终于进来了，然后我就说阿健。我闭嘴！然后我一开始遇到我爸称呼的时候，我说爸，他说不要，你也不可以叫我爸，那你只能叫我哥，只能在戏中叫我爸，就大家都很介意这个东西。可能又想说，我都没有演过坏人，就会担心我会不会不想尝试演坏人，或者是担心我有偶包。我就说不会，我完全没有偶包，偶包是什么可以吃吗？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感觉是，我以为我进这个行业的第一天就是演坏人的料，结果没想到到第十年才可以演坏人，这一天来的还蛮晚，但是终于等到也是很开心。可以是算演比较正点啊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因为其实哥以前在不管是以前在偶像团体的时候，他给人家感觉都是很野性的，所以就是好像跟那个好男人的感觉，就是那时候会有个落差，但其实认识他之后发现，哦，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男生这样，但是他现在终于可以演到一个跟自己本我比较接近的人。